晚上好。国中。回杭州了，他没有晚上没有待在这儿，没在这儿，他工作比较忙，回去了。要看里面，要看，我看一眼。哦，不可以，打你！今天还是双倍亲密度吗？不是了吧？嗯。里面是付费会员，里面不会没穿吧？那没有，里面穿了。哦，可以了。哎，今天是双倍亲密度吗？不是了，是不是？还一会儿就不是了。那我标题要不要写双倍亲密度？我改吧，先这个吧。嚯，感谢我们清茶 baby， 谢谢我们清茶宝贝儿的火箭。嚯嚯，你是不是开了国王了？感谢我们清茶宝贝儿的火箭和三架飞机。你啥时候开的国王？你在哪开的？嗯，上次看到你还是公爵。哎，你在哪开的国王？又是被哪个小妹子忽悠开了国王是吧？上次他还是公爵呢。谢谢清茶宝贝儿的火箭还有三架飞机，谢谢宝贝儿的火箭和飞机、啊、哦，你帮我完成了我的三星挑战任务是吗？谢谢我清茶宝贝儿的火箭，谢谢你。反正不是在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好奇你知道吗？花花世界太诱惑，没忍住。哇、哦、真的是啊。满是国王是吧？清茶宝贝儿，老板加个微信。清茶老板加个微信吗？花花世界没忍住，没诱惑住。哎呀，你这没忍住，既然是在别的地方没忍住，竟然在我这忍住了啊、哦！我要反思一下自己。我要反思一下自己，是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就能忍住，在别人那儿就忍不住。哦，口红粘牙齿上了。哦，是。真的是。魅力不够咋回事？是的。不是，说明我不够到位，你知道吧？那我不够到位儿，还不够上道，我很好奇。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在哪开的？是哪个小女孩的？让我比较好奇，在哪个小女孩那儿开的？都是兄弟见外了。哎呀，知道是兄弟，所以好奇，你知道吧？
知道吗？就是因为小新大家兄弟，所以好奇在哪儿开的。感谢恭喜我们的拐拐升级到二级粉丝牌，恭喜恭喜！哦，真的是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清茶宝贝，谢谢清茶老板帮我把三星任务最后那一点过给他过了，谢谢谢谢，哇，好开心哦！这是我今天这一周唯一过到第三星的，周一只过了一星，周二也只过了一星，周三过了两星，周四过四星，只有今天是过了三星的，你知道吗？真的是非常，只有今天才过三星。支持一下的朋友，打比赛开的，嚯，真的，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女生朋友吧？八卦之心冉冉升起，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女生朋友吧？啊、哦，如此大气，看看国王暗示苏恩不是朋友，老板太会说话了，暗示苏恩不是朋友，不。我跟清茶老板连微信都没有加，哎呀，虽然说他看我直播偶尔来求求我，确实不算朋友，算老婆，网络老婆，算媳妇儿，是的。暗示主播也打个比赛是吗？哦，对，你是在暗示我也该打个比赛了是吗？你是在暗示我也该打个比赛，支持一下朋友，下次支持是不是就要开超黄了呀你？你也真的太够意思了吧，支持一下朋友就开个国王，下次再支持一下一个朋友是不是得开超地了都。这首歌还挺好听的，给大家收藏一下。孙老婆晚上好，晚上好宝贝，我今天真的过了三星，终于，哇，老板夸半天了，不会控制了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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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是那种人，我已经很开心了，过了三星了。今天刚开播啊，现在有没有想听歌的呀？开场歌安排一下。我今天这衣服里面暗藏玄机哦，知道吗？没有想听的歌吗？不会吧不会吧，竟然没有人想听苏苏唱歌、想干跳舞，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急啥子呢，你天天急得要死，一个二个的。今天这眉毛画的怎么样？今天眉毛画的还可以吧，豆腐凉了不好吃，唉，所以啊，心急就不能心急，心急因为吃不了热豆腐，不要吃凉的。今天发型跟前两天有点不一样，没有发现区别吗？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发现吗？今天是黑长直呢，没有人，竟然没有人 get 到。感谢阿乐的发，今天是黑长直啊，前之前都是卷发。今天黑长直没人发现啊。天哪，你们这些男人天天不知道盯哪的，衣服倒是发现了，没注意，我黑长直呢今天。对啊，竟然没有人注意到。你喜欢弯的，我喜欢直的。什么？头发没那么重要，去洗头发吹直了，今天就看见中国了是吧？现在老板走了，
Drop the gun, he said, I'm checking out. The rooms are free, but I can never leave. Baby, now I've got the suite all to myself in Heartbreak Hotel. Hotel.什么？又漂亮了！哎呀，真好！我就喜欢看到这种弹幕，你知道吗？刚开播，你知道最喜欢听看到弹幕有什么？就是又漂亮了，就是又漂亮了这个弹幕。我给你们看看里面穿什么吧。先唱歌吧，我这里面穿了一件。防止你们走神，不要走神啊。今天是白色的，昨天是黑色的，你们选白色还是选黑色？Yeah, I know that you love when I move in slow-mo. And tonight, 跟昨天那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在同家店买的，看来大家都很喜欢。No, no, make it official, put down your pistol slow. I don't miss you, no, I don't need you. I don't even need a lullaby.昨天是黑的，现在是白的，要我们做坏事吗？那你们选白色还是选黑色？什么时候整个一边黑一边白？膝盖好了吗？膝盖还没呢，一边这边还是青的，但这边是好了。这边不是好了，这边就没有摔。哇，感谢屁屁斑巴，谢谢屁屁的飞机，感谢屁屁的飞机，恭喜我们屁屁升级哦，拥有苏苏的五级牌子了，恭喜！谢谢屁屁的飞机哦，感谢宝贝儿的飞机，哇，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第一次送飞机吧，谢谢宝贝儿的飞机。拥有苏苏的五级牌子啦，可以续牌子的十级粉丝牌，可以加微信的加苏苏微信粉丝群哦。我在微信粉丝群里等你。哇，感谢薛定的飞机，谢谢宝贝儿的飞机，恭喜你升级到九级牌子了。谢谢我们515宝贝儿的飞机，恭喜你升级到九级啦。十级粉丝牌可以加微信粉丝群哦，我在微信粉丝群里等你啊。私信楚蓝宝贝就可以了，马上就可以了，你现在已经九级了。你今天去医院没有？没有，今天是周五嘛，我没有去，我爸周日来，让我爸带我去。我爸周一跟我去，周六明天周六周日不去了，然后周一去。昨天跟着 Ronnie 论完，你发现你无法离开了，真的吗？哎呀，欢迎最好宝贝，最好宝贝晚上好呀，我们一起凑凑我们的四星挑战任务的人头好不好？我们还差15个人头，我们一起凑凑人头吧，还差15个人头，先把人头数完成吧。吃药了吗，宝贝？岳父咋又来了？因为我要去医院，他带我去。我一个人去医院，那总归就是那个，所以让我爸带我去，我爸来。没有，我就去医院做做检查就行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目前去神经科检查一下，但主要是问题太细了，要做个全面检查我的身体。最近7月份那个了，身体不太好，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吧，安心一点。周一去。苏教练。
神经哥就是神经病了，你才神经病呢，你才神经病呢，去神经科细一点，神经科看一下怎么了，你才神经病。速度让我唱歌，然后一会儿让我退后是吗？速度唱歌，然后退后好给你们跳舞。人类高质量女性没错了，这首应该放个人类高质量女性男性的那个 BGM， 被弄了以后再放个手机这样子。好，看看啊，唱什么？105度，好，下一首好不好？下一首105度，下一首哟。哎呀，练习一下。谢谢我们米饭宝贝儿的飞机，谢谢我们米饭宝贝儿今天又来打卡了。谢谢米饭宝贝儿，感谢我们哥哥升级到了7级粉丝牌。米饭宝贝儿是我们的粉丝亲密度排行的第6名，谢谢谢谢。我唱完了这首歌，试一下，才唱这首歌没练几次，可能会比较差一点。直到你每天都来。
停止。桥段来了，看到了。寻找你，茫茫人海，却又想起你。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回忆叫我联系到过去。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还有什么歌要听的来着？你该练习唱蔡依林版的，我就你不要再说蔡依林版的了。我之前搜了蔡依林，找不到她有在没有在找，没有找到她有唱这首歌，搜过了。对的，这一起去看风和日热爱热爱105度的什么来着，叫放空啥呀，听着放空是吧，放空好像也会一点。刚刚超管又来了是不是，好烦呀。我寻思我这还好，我上拎一拎还好吧，稍微得带一点点上班，不然又觉得我在划水。这些臭男人真的是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才不算划水是吗？就真的角度问题。105度的什么，就是爱105度的什么，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这跳个舞，这个场子，这场子需要我跳舞来热，我的天哪，小看我了。这是什么歌，华莎唱的。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今天还是烟熏嗓子，对对对对对，是的，今天依旧是烟熏嗓子哈，烟熏嗓。热爱105度的你是吧？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这个是吗？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眷恋。一人血书跳舞，又不是万人血书，一人血书怎么跳？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
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用爱。艺人哦，艺人是吧，加个艺人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的甜。烟熏嗓子唱这个可以吗？甜得起来吗？滴滴清纯的泉流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不轻易失败，对梦想的。今天这个不知道怎么了，这吸管坏了吗？吸不起来。所有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好了，啊，吸不起来它。滴滴清纯的泉流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看再次回到最佳状态，喝一口又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睁开再次回到最佳状态，喝一口又活力睁开。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还有什么想听的放空，弹一首放空。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失眠了，我现在鼻子好像又有点塞的样子，对梦想的执着今天好烟嗓，防控不一定会唱，但我听过很多遍。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哦好，我练一下，这是伴奏还是要不跟原唱试一下，
没练过这首歌。不行，我嗓子好难受，唱错了，但是我嗓子好难受，把嗓子先捋清楚。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但我不可以唱错它。放空在妈妈身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这是原唱的。说什么都 no no no，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梧桐帮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造一座我的王国。啊，这是 rap 部分了。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带到最低。爸妈早从小就教育我，为人为何不知道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待，放纵点节目变乱了。这真的是 rap， 我真的没有练过，也没有剥落叶浪费的时间，想成为大家的焦点。哎，说什么都 want to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造一座我的王国。琢磨不透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经验的堆积，抚平了伤口，调整状态，带出漂亮的轨迹。流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算是沉默的回应。空在漫漫上空，被窝里做一个。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t to know， 我想过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造一座我的王国。感觉身上有点过敏，今天有点过敏。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 ，Much love for ya。再见我扬起的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呀。都将朋友圈的佛佛了，被我风凉话都圈的挺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早从小就教育我，为人如何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得失去的、错过的、落魄
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外套也要洗啊，我一般床单内衣都才会洗啊。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也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漫漫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风从此慢慢升空，陪我你做一个梦。外面的走衣服没洗就过敏了，我是这么脆弱吗？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做一座我的王国。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机。渣男来了，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纪念到堆积。渣男来了，毛子，毛子哥，哎，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感谢我们唐九成的班卡。难道你不是渣男吗？你就是。感谢八七九的班卡。今天才在刷到说你是墨子的舔狗，你又说还不是渣男，渣毛，渣毛，你就是，我今天才刷到你的视频，你又说你就是毛子，不是，你是墨子的舔狗，渣毛，哼。你下次来，我不要再给我不要再给你么么哒了。不是你，我是你的。你是我的舔狗吗？你要做我的舔狗吗？感谢闲云猪手的班卡，谢谢闲猪手的班卡。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从小就教育我，无论如何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慢慢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什么？毛子什么？墨子没有三十六D，所以你只是喜欢我的三十六D吗？只是因为我有三十六 D， 所以你才当我的舔狗。就是我跟墨子谁有三十六 D， 当谁舔狗是吗？你太真实了，渣毛，你就是个老色皮，你是老色皮中的战斗机，你知道吗？我想这么快，你听得懂吗？你个渣毛，谁有三十六 D， 你喜欢谁是吧？所以说我跟墨子谁有三十六 D， 谁就是，你就当谁的舔狗是吗？你真的太真实了，坏男人，你怎么这么坏啊？我没有三十六 D， 我是对 A， 我跟你说。渣毛，你个不跟你说话了。哼。坏女人说坏男人，我不是坏女人，我是好女人，他是坏男人，好吗？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一什么一喜欢你什么东西？他在说什么？翻译一下，兄弟们。好凶啊，我一直都这么凶啊，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没有也喜欢你什么也，他加了个也字吗？
他是又加了个野字吗？毛子，你到底喜欢谁？你什么？你没有三十六弟也喜欢你，是这个意思是吧？哦，我就是想说，你就是谁有三十六弟喜欢谁。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要是没有三十六弟，你才不会说这些话呢。原来你也没有我喜欢的三十六弟，不是？你再解释。你有最好，没有也喜欢你。我没有。我没有。我们转遍整个游乐园，看看看，一整天都趴在电影院，拍拍拍，拍满手机内存的相片，乱乱乱，一直不断，不断的去寻找，梦想好美好，能打败了烦恼。你说你喜欢猫，我带你去猫咖，爱围绕你身边，等待你去发现。确实没，我只是不希望你们男人只是因为我有三十六弟才喜欢我。应该是 C， 你应该达不到 D， 你才对 A 呢。我只是想低调一点。知道什么低调一点吗？我只是想低调一点。知道什么是低调吗？那么大有什么用呢？确实，那么大有什么用？好看吗？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我摘下星星为你营业，你所有心愿它都能实现。我错了，这得有十个 A。 低调一点，我只是爱低调而已，知道吧？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非常好看，毛子哥哥，好看不嘞？我要用毛语跟他沟通。毛子哥哥，请问你觉得我是不是三十六弟不嘞？你觉得我有三十六弟不嘞？啊、嗯？啊，是啊、哦，那你愿意当我的舔狗不嘞？我们转遍整个游乐园，看看看，一整天都趴在电影院，拍拍拍，拍满手机内存。我不知道三十六 D 是什么，你没有？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你没有看过猪，你没摸过，你也看过，看过吧？我们在什么没有真的？他又在哦，他的毛友在看云。我们在什么俄罗斯没有这个？俄罗斯没有三十六 D 不雷？俄罗斯没有三十六 D， 我不信。你平时出门见不到三十六 D。
能？你们俄罗斯没有地区吗？都是一起步是不是？别的好，怎么可能？不可能，我这都算小的了吧，在俄罗斯，我这起步吧。俄罗斯不应该都是38亿、36亿差不多。俄罗斯毛子哥哥意思是俄罗斯没有我这么小的是吗？啊，不是小，你很好，压起来了，不是小，你很好。你很大，哦，不是吧，不是吧，我很大吗？没有小笼包，只有大西瓜，我是大西瓜，对吗？对吗？阿姨她说你年纪很大，信你个锤子，你是气球一戳就破。俄罗斯进口的旺仔小馒头，旺仔小馒头，你真的是，你们用旺仔小馒头来形容女性，我真的不想用一些很敏感的词汇来形容你们男性，真的，我觉得用什么牙签来形容都已经就是给面子了，要我形容我直接，我觉得就金针菇形容我觉得是最那个的，你咋不真的，你们不要逼我。你们老是用这些词来形容女性，真的，我只是懒得怼你们而已。不是不是，你们不要内涵，不是，我没有在说姑姑。没有，你们在说啥呢？我怎么会说姑姑呢？不是金针菇，为什么这件事儿金针菇比牙签更恐怖？因为牙签它起码是一个棍儿，它是硬的，你知道吧？金针菇那可不行，那真的是太差了。金针菇它是真的不行，牙签它起码是根棍儿，你知道吗？这个形容词大家有能感受到吗？有画面没？唉，真的，如果非要在金针菇和牙签当中选的话，我说是个人应该都会选择牙签吧，我寻思。你再说我们开车就不服了。没说。不知道是哪个小鬼头带的这个话题，真的是。谁哪个小鬼头带着这个话题，我才不想跟你们聊这些呢，有的没的。我是女人选择死亡，不是，那我问你们，如果有一天让你们选一个是旺仔小馒头啊，不是，一个是旺仔小馒头，形容芝麻粒，让你选，你选吗？我们转遍整个游乐园，看看看，一整天都泡在电影院，拍拍拍，拍满手机内存的相片，乱乱乱，一直不断断断的去寻找梦想和美好，能打败的烦恼。你说你喜欢猫，我带你去猫咖，爱围绕你身边，等待你去发现。什么？你选男人？
没有人能够拉着你内心的独白。 So what， 把所有顾虑全都抛开，跟我一起去认识生活中的无常。生活很累，每天过得很疲惫，我没有感同身受，所以无法对你安慰。不如跟我走，带你去兜风，放下的一切，让你所悲伤的事。不逗你们玩了，再开车我怕你们顶不住。哎呀不行，我想拉粑粑呢。最近有点小小的，就是我想拉粑粑。哎呀怎么办，看到你们就想拉粑粑。糟了糟了，糟糕糟糕，看到你们就想拉粑粑了，坏事。哎，金针不是金针菇要出来了，我要上厕所去了。哎呀，感谢下次一定的飞机，谢谢。什么？那我走，你们别走。就是最近身体便秘，一看到你们就想要拉，不是，不能说那么那个，只能用拉粑粑来说。事实告诉你们，仙女也是要上厕所的。谢谢下次一定宝贝的飞机，谢谢。为什么说拉粑粑给我送飞机？你是催我快点上完吗？肚子有点疼，还想拉粑粑，怎么回事？看到你们就想拉粑粑。答应我少吃金针菇好吗？你们好恶心啊！谁上厕所？我家里没有金针菇，我也不吃，我也不吃金针菇。带你们一起，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单反摄像头给它扛起来，扛在肩上，就上厕所的这样正对着自己，然后你们就看我的痛苦面具是吗？痛苦面具可爱型。哎呀，我真的要给笑死了，痛苦面具。我不是想多憋一会儿等一会儿你们吗？真的，事实告诉你们，仙女也是要拉粑粑的，真的是。一会儿拉库里了，拉库里那是不会的，那是不存在的，只是那是不会的，知道吧？我再忍一会儿啊，好吧，再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我觉得兄弟们刚来，我就对着大家说我要去拉粑粑，然后拉个粑粑拉很长时间就不太好，你知道吗？不太好，不太好。啊！快去快回，我拉个粑粑便秘的话十分钟，哎，所以我忍一会儿。十分钟可以吗？没事儿，我上头扛不过去，我只能是光人过去。十分钟。好，那我走了哈，我不行了，你快去吧。我现在看到你就想到是。你们好过分，什么叫马桶要遭殃了？不应该羡慕马桶吗？我要笑死了。你们不应该羡慕马桶吗？我要去上厕所啊。天，偷偷放屁啊！谁要找我连麦？别在这时候找我连麦，我要去拉粑粑了，我肚子疼。你是猪吗？本来是啊，不应该羡慕吗？羡慕，你们不应该又是羡慕马桶的一天吗？哎，我要笑死了。别，我现在要拉粑粑，我不能找人连麦，万一那个味道都传到对面去了，形象有损，毕竟性感女主播。
性感女主播、啊、不能这样子，就形象有损，不能这样。我是一个在天上的小仙女，我不能让大家知道我这些人间俗事。这些人间俗事就不能让观众们知道的。上厕所，去下次给个标题，去厕所，厕所了，厕所了。啊，忍不住，啊，好害羞啊，怎么办？哦，我要把这个字啊。我要把这几个大字贴这儿吗？会不会好尴尬？不是，好尴尬呀！要不改一下吧？算了，这几个字不太好。我不要写这个去厕所了，说去这个换个写吧。哎，不是。这样子可以了。去吃饭了，去吃饭了，你看过没有？去吃饭，去厕所吃饭是吗？你们真的是好恐怖。WC 英文不会，会啊，写中文吗？这是怎么了吗？夜宵安气，去吃饭了，多吃点，主播开饭，我开你个头，看你、啊、多喝了点，顺便上个厕所，亮个亮。阿奇十分钟了，给我十分钟啊！十分钟没来，真便秘了。等一下，我把歌弄一下，不能单曲循环，单曲循环，我怕单曲循环，我怕你们受不了。就随机播放吧。哎呦，憋不住。
satisfied? Or do you just hang your head and cry? Oh my, here we go again. Will it ever end? How it got this way, I don't know why. Oh my. I try to pass the time or just get in line. What's the point without you by my side? Oh my. Days, are you satisfied? Or do you just hang your head and cry? Oh my.
多长时间啊？我花了多长时间啊？上厕所。啊、不是，我花了多长时间啊？我没看时间，多长时间、啊？上厕所上了多久？拉粑粑花了多长时间？吃饱了吗？你滚！多长时间啊？我自己都不知道。私信挑战任务，哎呀，还差很多，马上就能再完成一次呢，啊？十分钟有吗？没到十分钟吧？应该很快吧？也就半个小时，滚！你在吃？不是，认真的，我去了多长时间？好像也没多久吧，十分钟不到，是不是？对吧？感觉还好哈。哪有二十分钟？十分钟不到吧？我刚刚去是多长时间来着？也就一个小时，好了吧？我真的懒得跟你们聊天了，你们真的是哪有那么长时间？十分钟不到，对不对？我还挺快的，真挺快的。我这不算是便秘了，我感觉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没有很快。不出口，跳舞吧，跳舞吧，跳一会儿，跳一会儿，要不要跳？还唱歌？啊？你烂了，都觉得自己没点逼数。我不知道你，我洗手了，而且
开在路安排上。你们好啦，你们真的烦，搞得跟你们不上厕所一样。你们说不定人均便秘有痔疮的不一定。还要说我，我可没有。你想吃？跳舞吧，来吧，行，可以开冲吧。换件衣服得，换件裤子得。好冷哦，好冷。爱你的痛，好冷。我切，这是我不付费都能看的吗？哦，好害羞呀。打饱嗝了我。现在就可以跳舞了，宝贝，想看吗？对，穿这个加个丝袜是吧？要白丝黑丝，白丝还要黑丝。兄弟，白加黑的那位太贪了，你到底要白要黑？说好，我去换了。我觉得不加丝袜好看一点，你觉得呢？左白右黑，你给我滚吧你！哎，左白右黑真的很难看的，好吗？能不能有点艺术欣赏性啊，兄弟？是吧 ？OK， 都是俗人。白黑是真的难看，萝莉脸配黑丝，御姐脸配白丝。萝莉要配黑丝，御姐要配白丝，那我就得配白丝啊。
是御姐吧？我觉得我是。我觉得我是。黑丝 YYDS 都行都行，我先站起来，我去换个裤子行，这裤子有点长。이러다 미쳐 내가 여리여리 착하는 그런 내
Let's dance.说出来，才会听你。
lately. I'm foolish, I don't do this. I've been playing myself. Baby, I don't care. Baby, your love's got the best of me. Your love's got the best of me. Baby, your love's got the best of me. Charged up.
注意的少管。Such a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to explain.
I'm foolish, I don't do this. I've been playing myself. Baby, I don't care. Baby, your love's got the best of me. Your love's got the best of me. Baby, your love's got the best of me. Wrong and I don't care who sees, 'cause baby you got me, you got me, oh you got me, you got me.点错了，手误一分一秒几秒钟，超管怎么在我直播间老是手误？他手是怎么了？上次也是，每次都是这样子，你手咋了呀？看我直播看一激动，手不小心点错了键吗？你在调戏我是不？每次这样子逗我玩，你真烦，想引起我的注意是吧？肯定是的，你好烦啊，想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暗恋我也不至于啊。真的是每次都是这样子误封我，上次也是给我直接封个那个一秒钟的，你真的是暗恋我成这样了都，感谢515宝贝儿的。
He says to me, if you play, you play for keeps. Take the gun and count to three. I'm sweating now, moving slow. No time to think, my turn to go.
没有露出内衣内裤，我下面穿的是短裤。你还要提醒我，过分了啊。
你们拿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寻思针线活也没我这累吧，我这才是最累的。伤身呢，伤身还伤肾啊。刚到啥也看没看到咋办，看回放吧，要不明天来看。感谢五哥的咖啡券，谢谢。明天着急，瘦了吗？哎，你们有没有感觉苏苏减肥快成功了？嗯，认真说一句，我减肥是不是快成功了？是不是快成功就成功了吧？瘦了，瘦了好多，有没有？瘦了，衣服瘦了，没穿。你们觉得是已经成功了，还是要继续瘦？算成功了吗？已经，还要瘦吗？圆满成功，还要减不？现在，我现在已经减到这里，现在多少斤？现在100斤，下巴尖了，是不是瘦了？100斤现在，你觉得行？还要继续减吗？我现在100斤，165，100斤这样子，还要继续减不？刚才拉瘦的什么？拉瘦的，不知道，所以问你们呢。还要继续减吗？我现在减肥距离我前段时间的样子和现在确实减肥对我看起来上镜是感觉状态是不一样的吧，已经瘦了很多了，对吧呀。又过12点了，是不是我们要，哦，今天是周六，是日贡献值，我们的一星挑战任务还差三个人头，宝贝们一起凑凑人头吧，我们还差三个人头哟。什么？现在很好了，不需要再瘦了是吧？再捏着减就不舒服了，不用减肥了。好，可以再减就没胸了。这怎么可能？胸是不可能没有的。哎呦，太大了 ，sorry， 真的很大的，没给你们开玩笑。太深了，别看了，真不把我们当外人。怎么当外人？懂事的已经截图了，
懂的都懂。什么鬼？这还需要截图？我这36D平时天天都看了呢，还需要截图吗？还需要截图证明？感谢我们醉得像狗的班卡，谢谢。谢谢醉得像狗的班卡，谢谢，谢谢狗狗的班卡。老奸巨猾，是的，天带掉了，是的呢，哥哥，是的呢，宝贝，怎么办？老奸巨猾，老奸巨猾。会不会掉下来？那不会，胸大拖着在，胸大顶着在，它下不下掉不下来的。因为胸大，它只会这样子滑，丢，但是它不会掉，知道吗？感谢北岛的班卡，谢谢。92677110，风吹得我慢慢变透明。温柔，今天会跳舞吗？刚跳完，这位大兄弟，你真的是跳舞的时候干啥去了？看哪别的妹子去了吗？刚坐下来的时候，你坐下来了，你就这样，真的是，我又不是机器人，把我当工具人，我不能24小时跳舞啊，需要跟兄弟们，不是，老公们，不是，宝贝们吧，还是这样子，有距离感，又不会太疏远，叫兄弟们，还是。写的我太汉子了，就宝贝们嘛，好吧，我需要有跟宝贝们就是沟通交流深入了解的时间，不能一直跳舞，你知道吗？跟你们要有多精神交流交流，互相了解了解，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不能一直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只能吸引你们对我就是走肾的那种想法，你知道吗？但是六点坐下来聊天的时候就走心的一个过程了，你知道吗？感谢我新的办卡，你们通过走肾之后坐下来了解我之后，就发现开始哦，完美女友，哦，走心了，开始了啊！怎么叫你们大郎不香吗？哦，大郎喝药了是吗？还是叫大兄弟吧，兄弟盟，兄弟盟是吗？我要去打疫苗去了，今天出门找疫苗点没找到，真的是我也要奔向的是你。什么？你先开再说。好，跳舞开公爵的那位同学说的是吗？跟你不熟还是走肾吧，你们这些男人真的是，那咱们不熟都是每一个熟悉的人都是从不熟做起的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不都是从不熟开始做起的吗？才能变熟的吗？这衣服还是很早之前穿过的，2020年吗？2020年穿的，去年穿的，去年的时候，去年6月份的时候。肩带拉好，不是，这肩带它自己往下掉，我也没有办法，我马上就下播了，早点睡觉，昨晚没睡好，今天晚上一定要睡个好觉去，好好睡觉。不然呢？明天我今天还去健身了，所以我好累，你知道吗？哇哦，想看我玩 CSGO， 谢谢我们最好宝贝儿的火箭，谢谢最好宝贝儿。我们的一今天只有日贡献值了，我们的一金挑战任务还差3个火箭就能完成啦。谢谢我们最好宝贝儿的火箭，谢谢一心的人头过了没？看一下，啊，人头过了。来了，Running。
开启熬夜模式了，好不容易调的作息。是的，没错。让爸爸提醒我该 PK 了。是你自己不敢，我没有不敢，但是作息这种东西入睡困难怎么办嘛，躺在床上得多躺一会儿，而且不玩手机你知道吗，昨晚干嘛没干嘛，就看看就睡觉呀，然后睡觉前就看看剧想催眠一下，然后就一直没睡着，然后睡着了以后也一直睡睡醒醒的你知道吧，就又睡又醒的那种，昨晚看了个电影睡觉一个人，叫那个什么魔女黑，就是什么黑白魔女什么之类的，一个新片 YP 才能看的呢，新的片子黑白魔女好像什么 Cruella 好像是一个迪士尼那个他们出的片子影片，看了一下，看了一部电影睡觉的，没看过，一听就不咋地，还可以还可以，真还可以，还行吧，我觉得8.多分，豆瓣评分8.4分。对，就那个服装设计的那个，对对对，就那个服装设计的。就那个服装设计的那个，你们也看了？有。哎，我真的瘦了好多呀。就那一把火烧起来感觉特别帅，是的没错，就那个各种出场的，但那个剧情挺狗血的，就是真的万万没想到剧情很狗血。那我真的瘦了好多呀，我手臂怎么都瘦了这么多了，我以前觉得自己手臂还挺细的，现在手臂瘦了之后还觉得跟之前对比还挺明显，你不知道我今天做那个健身弄手臂的那个，我今天健身就那个手臂的那个练手臂你知道吧，我今天健身练手臂就那种你知道吗，就这样的举东西，然后要么就这样子举东西，要么就是这样子举东西，然后就这样子抬东西，然后要么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这各种，然后你知道吗我根本举不起来。想撑一下没有，重点是我完全举不起来你知道吗，就是我根本举不起来，我力气，我发现我上肢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我丝毫一点肌肉都没有，我发现了，所以说我真的一点都举不起来，完全举不起来，就是他，然后后来教练就给我拿那个儿童练的，他说这是十几岁的小孩子练的哑铃给我用，然后我都觉得好难，练不起来，好难啊，就完全拎不起来，你知道太重了，我力气一点都没有，他说没想到我力气这么小，我什么都举不起来，太重了。谢谢 BGG 宝贝儿，感谢我们宝贝儿的飞机，谢谢。谢谢我们 BGG 宝贝儿的飞机，恭喜你升到了周榜第三名了，谢谢宝贝儿的飞机哦。没必要练手臂，我当然要练手臂了，我要练手臂还练核心，今天练了腰，练了手臂。练手臂是因为我真的要瘦手臂，然后一直练肩这一块。这个好，现在的我估计明天要痛死这块，好，这块好痛，捏现在捏都有点疼，啊，没力气才好，一推的，最近感觉很虚，真的，我今天晚上喝了3碗粥，在开播前喝了3碗粥，你知道吗？练的话不会显得很壮吗？不会不会不会，女生不会练壮的。只会练的肌肉很紧实，只会把身体练紧起来，反正我觉得不行了，我手又有点麻，有点，我得下播了，我休息去了。喝粥能不虚吗？啊？为什么喝粥为什么会虚？我喝了3碗粥呢，我还挺想喝粥的。喝三碗，哎，喝粥为什么会虚啊？喝粥不会吧？难道吃米饭才能不虚吗？难道？对啊，就练紧啊，而且练那种。你今天竟然喜欢喝粥了，啊？粥不好，我挺喜欢喝粥的，粥不容易，
粥不容易那个精神，要吃肉。吃肉了吗？吃了点吃了点鸡胸肉吧。减肥有效果了，我才减十几天就有效果了，真的，果然坚持健身和配合饮食和我之前说的真的有用的。我真的瘦了，瘦的腰的细没了。传说中的，这不是传说中的漏斗吗？哇，这不是传说中的漏斗？天哪，这不是传说中的漏斗身材吗？我这身材也太好了吧，赏心悦目，果然还是得瘦下来。现在开始骄傲了。感谢陛下的皇冠，谢谢葫芦娃。我感觉我现在真是漏斗身材，漏斗身材真的是不错不错，我要坚持，我的腰得在那个一下，我减肥还挺快的。我感觉我一直属于那种忽胖忽瘦体质，可以很胖也可以很瘦，吃也吃得胖，瘦也瘦得下来的那种，不会一直胖也不会一直瘦，忽胖忽瘦的。所以说大家，我在我胖的时候要珍惜，可能过段时间没多久他就瘦了，可能瘦了我感觉我真是气球，你不觉得吗？我有段时间一段时间就会很胖，然后想减肥，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一段时间胖啊，就一段时间瘦。我一直好，我之前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你记得没有？你们记得没有？我以前在那个，我是瘦了下巴就变尖了，真的。我以前最瘦的时候下巴也很尖，真的是、啊。然后胖了之后就没有尖下巴了，一减肥一瘦下来就脸，然后就都瘦下来了，然后脸就会尖掉，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我以前最瘦的时候脸都很尖的。天天大家都说是不是动下巴了，是真没有。我一胖一瘦就是下巴是真的是会随着改变，我自己都惊呆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觉得上镜我也看了看，我觉得自己哎，怎么脸上越来越尖了，就瘦了之后就越来越尖，啊，胖了之后就越来越圆，就没有尖下巴了，没办法。我真的，我之前也有很胖的时候，你记得我刚开直播那时候，刚来斗鱼的时候，其实我很瘦。后来就直播大家养了一段时间，越吃越胖，越吃越胖，然后啊大打了巅峰，就贼胖的时候，你知道吗？后来又开始减肥，瘦。然后呢，2019年的那个时候，就是到了我巅峰最瘦的时候，过来最瘦的时候呢，然后一直稳定到回来直播没多久，然后后来停播被封了，就停播之后回来，然后直接养肥了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呢后来就越来越肥越来越肥，就是这个前面那个时期越来越肥越来越胖越来越胖，就前面那前段那时间越来越胖，又到达了我的直播就是体重巅峰，然后我又开始减肥，然后我又瘦，现在又瘦到现在了。但是我在想现在还要不要再继续瘦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把控到减肥那个量和度了，我已经知道怎么瘦了，但是我在想还要不要继续瘦。现在看你什么样的身体都坏了，可是我现在身体坏了真的不是减肥的原因，因为我是真的没什么胃口吃东西了。好了，你是最瘦的，下播了。好，行，我知道了，我不能再瘦了，再瘦你们会嫌弃我的，知道了。嗯，知道了。别减屁股，那必须不的，我都是健身都是练屁股的，屁股肯定不会减的，练屁股，我觉得屁股挺重要的。反正好啦，前凸后翘下酸，
告退了，晚安哦，拜拜。周二要七七幺零，窗外的雾慢慢变透明，点一杯温热的固体，只是我想见你的心。周二要七七幺零，风吹过云轻轻的很安静，等待一场人潮拥挤，把你推入我怀里。晚安宝贝们。也是我想见你的心，等一场人潮拥挤，把你深深推入我怀里。什么叫难得救我出来，一直都有。晚安。随你奔跑在地球四季的交替，怕有一天醒来等不到你又着急，趁现在